进来了。这一艘的高度没有之前高，但是它是新造船，所以看起来好像比之前的还更吸引人。哦，这是休息区的部分。船上设备应有尽有，不管你是想要吃泡面，有机器帮你泡；你想要吃炒饭，或者是寿司，旁边有微波，还有各种冷冻食品。你想喝点小酒也都不是问题。小孩子呢，就让他在游戏区自己玩就好了。旁边还有扭蛋，如果你想要转的话。对，感觉是一个非常大、非常棒的环境，设备超完善的。不管你是要在这边过一下下，或者你要过夜、洗澡都有地方。现在缓慢出航，因为还没到天黑，所以就是可以出来。如果是晚上的话，就不可以开门了。说真的啦，现在这个海面的风向看起来应该有小浪至中浪之间吧。以这个内海来讲，有这种白头应该浪不算小。好，现在这边就是船尾了。哦，没船尾的好，有点冷。哎呀，看到这个有没有想到呢？应该是我是杰克，然后上面有螺丝，然后正在眺望远方才对啊。